下面请您欣赏富贵逼人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哎，谢谢啊，刚才是高峰、栾云平啊，是啊，让他们俩人下去休息一会儿啊，换我们俩人来了哈。嗯，我一弄这话筒，他们有人乐，嗯，可不是乐吗？我才不往心里去呢，是吧？是啊，长那么高，接树叶去。嗯、高老师不错，高老师很好、啊，卖力气啊。嗯，好家伙，这哈喇子，哎，至于不至于？旁边捧哏的那是我徒弟啊，小栾，栾云平啊。对，观众多喜欢啊啊，爱看，好多观众还给咱们编了好多顺口溜呢。哦，都什么顺口溜啊？呵，听于谦，不阴天。哦，我管天儿。哎，信高峰，得永生。嚯，卖了窗户门。嗯，听听郭麒麟。哎呦，不要爹和娘。嗯，听听孟鹤堂。好家伙，这都谁编的？都是热心观众给编的。这哪位热心观众编的？都是自己编的。嗯。自己编的，你以为观众有那个闲心给你们编这个了？哦，你、你只要一看见，哎，编的那都是自个儿编的啊、哦，自个儿、哎、挺好。说相声的这行100多年历史了，嗯，出现了很多好演员，是有的红了，有的不红。哦，没红，你看是不是？是啊，你看有的粉不劲儿的，啊，没红透；有的呢，绿不劲儿的，这怎么回事？哼，嗯。看我干嘛呀？不是，就想啊，就哎，就为什么这个演员绿不劲儿是吧？啊，您好好想、啊。是是是，这就是每个人的艺术不一样。哦，当然了，嗯，换句话说，也可以说是命运导致。哦，这是命，这个东西不是迷信呐，是吗？不是封建迷信。那过去人讲话，这个人在命在运，嗯啊，包括你这命里边走五行。哦，金木水火土，这是五行。哎，郭德纲木命。木命，郭德纲就是筷子木命，还是筷子木命？筷子木命。哦，哎，侯震，侯爷，主持人侯震，什么命？哎，烟痛火命，叫蹭点火苗。哎，嗯，孙越，他呢？簸箕土命，搓土的。哎，于老师，我马桶水命。呵哈，怎么就单我这么脏啊？就说这意思啊。你说你比如侯震、啊、侯震都知道，主持人侯震啊，我师弟，对，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，没错，我师父侯耀文先生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嗨，这位是遗产。侯爷，嗯，相声世家。对，这个命里边带火啊，这是火，烟通火命啊，要火，确实。而且你说就这个人太可爱了，侯爷，就你们都认识侯爷哈，都知道侯爷嘴碎。对了啊，但是侯爷很善良，哦，人好。尤其是我们那个弟妹也特别可爱。你看哪弟妹都可爱，你，嗯，哎，这还好说心缝里去了啊。嗯，侯震这媳妇儿怎么样？单纯善良，人好，大脸蛋子。我跟侯爷一个风格。哼，啊，大眼珠子，也这样。呵。他们两口子睡觉躺那儿，嗯，炕上就跟俩盾牌似的。好家伙，摆枕头上了。嗯，俩人好之极，长都一样。结婚这么些年了，嗯，还跟新婚恋爱是一样的，感情好啊。就咱们站边上看着，就觉得很感动。哦，啊，没事了，带媳妇玩去，出去旅游啊？啊，还找我呢。嗯，师哥，哦，我跟弟妹出去玩去，都玩什么好呢？瞧，还挺像。我还给他讲，啊，喝茶呀。哦，吃饭呢？嗯，荡秋千呢？这都是您玩过的，是吧？行了，别提这个。两口子去了。哦，两口子蹦极去了。没听您的啊？蹦极去了。啊，站在那上了，多高啊！那是得高啊！吓死我，他也不敢啊！啊，哦，人家两口子就玩这个，胆儿大。侯爷还劝他，嗯，就这现在玩，是吗？再过4个月，你说你生了，咱没法玩了。再4个月就生了，还玩呢？嗯，好家伙，胆儿太大了。侯奶奶站在那儿，嗯，我害怕。那就别玩，我不敢往下跳。哦，再一个，我今儿吃的炸酱面，这怕什么呢？我要一跳下去，我能吐一下子。哎呀，
面条、菜码、蒜、炸酱、青豆、黄豆、黄瓜丝、胡萝卜丝，把都能吐出来。好家伙，吃的还真全。侯震得劝他啊，你干嘛不挑？这是一个人这叨唠呢吧？这是怎么都一个味儿啊？两口子嘛。哦，侯爷侯奶奶嘛啊。哦，侯爷劝他，凭什么不挑？嗯，花了钱了。哦，花钱。哎，就不挑，我害怕。好嘛。害怕也不行。嗯，老话说得好，怎么样？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这什么意思？侯奶奶说：“你拉倒吧。”怎么？朝思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元乱不舍，青有个万重山。谁听得懂、啊？你说什么呢？啊！道德三皇五帝，国民夏侯商周，五霸七君闹春就。你还说点正事儿不跳了？侯爷真急了。啊！花完钱了。对呀、啊。下去！哎呦，推下去了。是。啊！下去了。那总算跳了。一回头，侯爷看见工作人员了。嗯，你拿个绳子干嘛？啊，没绑上就给推下去了。哦，怎么样？水面上一个大盾牌，嗯，旁边都是炸酱面。好家伙，下一人也别跳了。嗯，吐的那么碎。好家伙，云是好啊，这都什么好哥们儿？哦，这好。哎、那当然，一个侯震，嗯，一个谦儿哥。又套我了，这都是我的最爱。您客气，我们真拿他当自己的亲哥哥一样，是吗？你看我老侯高峰跟谦哥、嗯，我们一出去，嗯，有点什么事儿，先生听于老师。就我长几岁，你包括我们吃饭往那一坐啊，这菜单搁那儿没人点菜，非得他。这尊重我。服务员来了，郭老师啊，吃什么呀？啊、哦，于老师定。哎，对，尊重是。侯老师，您看您吃点什么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侯老师也。于老师定，嘿，哎，高峰老师，您看您点菜，哎，于老师定，哎，服务员看看他，是，于老师，嗯，要不您洗洗屁股吧？干嘛呀？什么意思呢？他们仨都说吃于老师定，好家伙，是这意思吗？你，我都没听说过，你，不许乐，哇哈哈。改天请你们吃饭，好不好？哎，行，咱们听于老师，于老师定，好吧？别介，您定，您定。嗯、您还客气，客气。我没工夫跟你们吃饭去，啊、我得荡秋千、喝、看电影去。啊、好开心啊！真的，干这行说实在，交钱我都愿意干，真的。我不愿意干。往这儿一站，这一瞧见，我发自肺腑，那么痛快，哎，高兴，那是说了天亮我都愿意啊。哎，对，啊，好。你们早歇着。哎，这回来，您这不能走啊！就爱跟谦哥在一块儿，关键是感情在这儿。是，认识20多年了。啊，我认识人家那会儿，实话实讲啊，嗯、啊，我那会儿落魄之极啊。你们老提这个，人他那会儿就已经小富婆了。嗯，我男的女的，我小富婆了。小富了，小富女了。不是。没，就很有钱了。那会儿我20年前，我各位，我在北京，我有时候哎呀，这些日子营养不良，我要补一补。哦，我说吃个火锅吧，啊，点一锅子涮点白菜，酸菜丝儿，啊，哎，那个蒿子杆儿，都青菜，柳树芽儿，哎，曲麻菜，全是野菜。过生日才加块豆腐，你瞧，我就惨成那样。啊，当年于老师，人家那会儿，人家那个火锅，好家伙，本来那火锅就外边一层纯金，镀金，金火锅，金火锅，哎呦，那锅里那东西，好家伙啊，什么什么呀，腰子、哎、肾，那、啊、就这次就是这一锅牛的、驴的、羊的、马的、猪的，坐在屋里，坐在那儿，甭吃，街坊在外边。哦，叫谦儿跟屋炖尿呢？那没听说过，这干嘛这么骚气呀、啊？我这大补啊！我光补了味儿怎么办呀？那个顾不了许多，咱跟人比得了吗？啊！我当年落魄的时候，我穿那个西装都塑料的，塑料西装。那我那个帽子是地板革的，还是塑料的？我的大衣是宣纸的，还薄。啊！下雨我都不敢出去，怕湿喽。对，人谦儿哥，人家咱不说别的，人家那会儿裤衩都貂皮的。我太热了吧！我撒泡尿40来度，好家伙，捂的这是。你不服行吗？是体温上来了啊！我那会儿啊，为了工作，为了吃口饭、嗯，一天到晚在北京各处奔波，人家没有，我不用，人家就吃喝玩乐，
哦，天天玩啊。哎呀，人家也有公司啊，天天赔钱不往心里去，不在乎，坐在办公室里边，嗯，十多个助理围着两边，哦，大板台这一坐，叼着烟卷，我这作死呢，我这办公室后边大匾啊，四个大字写着“大展黄图”，黄图啊，我干嘛呢？跟这儿叫什么？大展宏图啊，大展宏图。对，我那会儿给人说相声去啊，嗯，十块钱一段我就干。啊，便宜！于老师那会儿，人家九十年代，人家一千块钱一段，我就贵点儿啊。坐在屋里，我得出去找去。您要演出不要？嗯，您这庙会用人不用我来？哦，人谦儿哥，人坐屋等着，等活。他的助理出去给他去谈工作，是给他谈演出，经纪人吗？哎，弄那个小名片儿啊，哎，写上于老师联系电话，找酒店往门缝塞。我那相片穿着裙子吗？哼，干嘛？我这还是大展黄图啊！我这不是就是人家这个不当回事，他就怕工作多，那累啊，工作大是耶什么呀？人家不在乎这个，人一天到晚就是玩啊，啊，对吧？天天这十个保镖伺候着，是走咱们玩去，哪玩？看车展去。看车展就喜欢看车展哦，那车展里竟是那个卖汽车的大姐姐们，是美女，哎，各式各样的啊，就啊，站在那个车旁边啊，这好，孙悟空和奥特曼站车边上，咱不懂啊，哎，有的地儿那车展那个大姐姐还身上画画，人体彩绘，有吧？有，呵，站在那儿，于老，啊，太好了啊。画好、哎、高兴爱看就爱看，嗯，看车展一会儿出来、嗯、买瓶奶喝啊，我看馋了是怎么着，我什么话，这叫废话，我这怎么勾连的，这是就说这意思啊，人家想上哪儿上哪儿啊，突然间坐在那儿，我要去非洲，我怎么了，我就要去非洲，我要看动物大迁徙，哦，那个地儿叫坦桑尼亚啊，是我要到热带地区去，坦桑尼亚，高兴，说走就走啊！你说这个玩意儿，咱还得犹豫啊！我去一趟保定，存三年钱，至于不至于？人家上非洲，当时就走，站脚就走，棒球帽、大墨镜、小背心、裤衩、拖鞋 啊！那地方热，走，开车奔机场、哦。嘿，坐了机场里边高兴，嗯，指着窗户外边，是瑞雪兆丰年呢？哎，啊，冬天去的呀。这是快圣诞了吧？这就啊，好家伙，我再冻死在那儿。不是，就说这意思，到飞机上好换呢。哦，哎，到飞机上这到机场呢。说实在的啊，我头一回坐飞机时，我其实挺惭愧的。怎么了？也不摸着门，哪儿过安检，哪儿我就都不懂啊。哦，就打瞎乱了。好，人家谦哥到机场跟到家一样，就那么随意啊。这一过安检，等着过安检、嗯，那前面还有那个矫情的呢。是吗？凭什么把鞋还得脱了呀？哦，凭什么还得把外套脱了？嗯，就像我那样的都不懂，哦，就不脱。哎，人于老师站在那儿踏踏实实的啊，啊，一丝不挂，光着了。我倒不用他劝，是吗？那是，啊，倒是也有人伺候。哎，来几个机场的警察给摁在那儿啊，哎，逮起来了，强行给他穿上啊，还得强行穿。就是有钱呐，嗯，羡慕人家呀，真的。我当年在北京，我印象很深，我租了好多年房。租房住就是住在南城一带，哦，就那个小平房，是，哎，净租那个坛子胡同闷三爷的房，那坛子胡同是得闷三爷，嗯，那个马桶胡同抽二爷的房，哎，对，嗯，筐胡同寇大爷的房，好家伙，这都大不了，啊，人家前门人有四合院，哦，赛金花办公就职，我闻着味儿去的，嗯，啊，你看人你不服行吗？人家。我上那儿办公去，哎，住腻了，说出国就玩就玩去了，旅游去呗。羡慕于老师啊，哎，一拍脑门啊，当时、啊、哦，走，出门，我又上哪儿了？上阿富汗住些日子。我上阿富汗住些日子。阿富汗呢？啊，哗、啊，飞机落地，嗯、啊，于老师出来了。阿富汗有家，啊，有房。你这玩意儿你不服？嗯、啊，哎，往外一走到海关这儿，阿富汗的海关啊，嗯、先，先生一号。这是阿富汗，这是保定啊！这是我不会说阿富汗方言，啊、先生你好，
先做个核酸检测。我还是没逃过去。我这个、扒着于老师这鼻子眼儿哈。啊，这好，他这歇钉子呢，是怎么？哎嘿，再拔出来啊！嗯，恭喜于老师。怎么样？哎，没有问题。啊，是，连鼻子都通气了。嗯嗯，身体很健康。那是。但是很遗憾。怎么？嗯，这个阿富汗政府征地，您的房给拆了。拆了，你让我做完核酸，你这。啊，万幸你不没出海关吗？是吧？哦，于老师，那抱歉的。嗯，还有房呢。我又哎，索马里。啊，我奔海盗那儿了。改签。啊，奔索马里。哦，哎，到索马里一出来，嗯，海关等着呢。于老师，哎，好，啊，来，带走。好，好家伙，没想到海盗也那么讲究。嗯嗯嗯。通完了，您是要回家啊？是。您那房啊，前些日子海盗 存炸药来着。怎么了？存炸药不要紧呢。嗯。他们跟那儿抽烟。他们是这样啊，嗯，那是我在那儿抽烟来了，因为您那屋点了着了，现在平了，我们都扫得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了，那就没房了呗，所以说这儿没有您的家了。那怎么办？那走换地儿改签。还有房津巴布韦。我上津巴布韦，因为没有比津巴布韦更穷的国家了。对了，我也想，我先离开这穷地方行吗？哎，于老师到津巴布韦啊，到津巴布韦一落地得到一好消息。嗯，什么？这个地方不用捅鼻子眼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这就是做肠镜。行，我这回全痛快了啊！于老师高兴，啊，太好了！哎，还行，行了，行了，这还，别去，我过关的时候刚穿上啊。嗯，做肠镜。啊，哎，津巴布韦的人嘛啊，哎，大管子哈。啊。揍你！这是做肠镜的，这对对啊，这不通下水道呢吗？哎，没事，先做肠镜哦。然后于老师，您转过来，头冲这边，干嘛？胃镜，去，先做胃镜，那也得，反正是一根管子，不重要。好家伙，这不换，哎，这他一看，这又不能带，可不是不能带吗？换地儿吧，做完了换地儿的，换地儿，哎，痛快痛快得了，我就图这去的。哎，还有房。我又上哪儿了？西伯利亚。这哪儿穷哪儿冷，我去哪儿合着？西伯利亚啊，地广人稀，没人。于家跟这儿这大别墅，好家伙，就那儿有房。您活得比乾隆皇帝还滋润。那真滋润吗？乾隆皇帝那个卧室10平米，小。于老师在西伯利亚这个卧室1400平米，这么大卧室，而且。没有房顶子，那就是住空场上了，就是为了呼吸新鲜的空气。我还弄一院墙干嘛呀？那我哎呀，都是您啊！啊，方圆没有什么街坊，就是没人。但凡有一个街坊，那就是了不起的亿万富商。是啊，哎，这个地儿太棒，有钱人。但是就是有一点，就是让人觉得遗憾了。哎，因为他这个地儿啊，啊，太冷了。就是冷啊，所以上洗手间不方便。我上洗手间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因为它太凉了，那个地儿太凉了，能怎么样？它6月3伏的时候是-85度。我上那儿干嘛去了？我彰显实力。彰显实力怎么彰显？有钱啊，于老师有钱，这个地儿没有房，啊，让人笑话啊。但是唯一让您觉得不便的地方就是这个上洗手间。怎么不方便？哎呀，人呐，是动物，嗯，啊，有进就有出。是，这很正常。谁也不能说因为于老师上洗手间看不起他。是，这个就不讲理了，是不是？又何况于老师在那儿的洗手间啊，3000公里大，这个比我卧室还大。嗯嗯，也没有盖儿。那肯定没有盖儿，卧室都没盖儿，厕所弄一盖儿干嘛呀？嗯嗯嗯嗯嗯。啊，但是有一点，各位，您我也不知您哪位是科学家啊？啊，因为这么冷的环境下，如果您去方便一下，哎，然后比如说，怪害臊的，嗯，好害羞，好害羞啊！你先别害羞，你先把我说明白了。嗯，怎么了我这个？你呀，你比如说你肚子胀，你要去方便一下啊，接个大手。哎呦，好好肮脏啊！
你肮脏什么？真的，我一旦说这个，我就觉得臊得很，真是我。是，我也臊得很，但是我有好奇心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说，别看你没念过什么书，还知道不少科学知识。哎，对，你就说吧。于老师去洗手间方便啊啊，就很雅致嘛，冰天雪地的啊，这叫雅致。小风一刮，心情很舒畅。哦，于老师到这儿蹲好了，嗯，苦叉。啊，苦叉，行了，这不用学这声、啊。之后呢，由于气温太冷，它会冻上。冻上。这个啊，炫富的机会来了。这有什么机会啊？当地人每个人出来都会带着一根棒棒。这干嘛用啊？这棒棒啊，随时方便的时候。啊啊、这是。你往那边打行吗？你要在咱们这儿，您可能认为是啪骑着马呢，是吧？不，不是，不是。在西伯利亚，不是干这个事的。哦。随着打，随着方便。哦。差一点儿，这就用不上了。哦，就没这机会了。哎，对了。哦。有花梨的。这个、啊。有紫檀的。这不糟践东西吗？这不是。有金丝楠的。哦、有黄金的，有象牙的，好家伙，这是当地人炫富的手段，他们靠这个，那是每家一出门都有这个啊，这有一套，还搁套里，你行了，别放粪了，别放，多恶心呢、啊、这个，哪位来的都是啊啊，请，别客气了，哎，啪，行了。好家伙，你啊！行了，太难受了，你这干嘛？要这个啊？你光姿势那么帅也没用，你这太难受了。实用性很强，这个人都得带着他出去。嗯，人人都得带着他出去，都得带着出去。那就没有忘的时候吗？有。对啊，你说这不方便，你倒拿这。我都不好意思拿这玩意儿，你拿这个我没带，人有忘的时候怎么办啊？出去太慌促了。对了，没带着怎么办呢？找别人借。这玩意儿也能借？哎，于老师跟这方便面没带。对了，忘了。大姐啊，气死你！先等一会儿，您先等。我们俩蹲一块儿了，是怎么着？这大姐不是，您也大姐啊？这时候你说什么文言呢？你你就说接大手不就完了吗？借您的棒棒用一下，这还挺文。哎，人家也很高兴，是吗？姑娘啊，这我成大姐了，给你，他会递给你啊。哦，他递。递的时候你都是有规矩的啊。哎，这还有规矩。你要留神，因为他递的是愣啊。嘿，嚯，好，是吧？这玩意儿没闪子在嘴里边杵一下。对呀、啊，嘿，都是这样。啊，你得往后让一下。哎，这是得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叼他这腕子。哦，抓他手，接他手里边，就不用亮相了。哎，再啪，行，完事再还给人家、哦，谢谢，人家再接过来。嗯、行，我们俩倒谁都不嫌弃谁，你、嗯、这点好。嘿，行了，媳妇，我不借，我想着点带着就完了。啊，不是，你先等着。反正我实在弄不清楚这玩意儿。怎么这么大好奇心呢？啊，自己没带可以找别人借。地溜。您说那荒郊野外的西伯利亚那地方，嗯，要没人怎么办呢？包场。就一个人。就是于老师。哦，自己。大富商于老师。别提这个。一个人，哎，闲情雅致来到此处蹲好了。对。裤衩。完事儿了。没有人，没人，对，不用亮相。这，哎呀，哦呀，行了，哦，你要干嘛？哎呀呀呀呀呀，啊，那也没办法，有不主意吗？也难不住于老师，怎么办呢？恶从心头起，怒向胆边生。哎呦，金风未动，禅先觉，暗算无常，死不知我怎么办？于老师噌就站起来了啊，找一旮旯一使劲，我怎么着把他坐进去？我去，谢谢。
后来啊，这个别后来了，我还没离开西伯利亚呢。就是一说一乐，你这那个听相声的，您各位水平都比我们要高。是，这台下藏龙卧虎，高人啊。我们呢，特别普通的民间艺人，大伙儿一高兴就行了，一出门这些个都不用记着啊，图个乐。因为台上说的也都是假的，可不是吗？那你这些个，反正有真有假是吧？没真的。还说呢？你瞧，这个人这就没劲了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你看人高峰说的都是真的，怎么到我这不是真的了？高峰有什么真的？老高啊，老高，快来，来，高峰，你说有什么真的？来吧，高老板。哎，您客气。我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完全属实。你看，怎么样？哪儿就完全属实？咱们吃饭是不是于老师定？没问题。那对。说的什么也不，高峰是我师弟，对对，我们仨呢，这个不是一个师傅教的，没错，哎，但是按这个辈分来说，我们是一辈的，哎，是平辈的啊。他师傅是著名相声爱好者呀，哎，您先等，到您这说话就别扭，怎么老艺术家啊，老艺术家，对对，他师傅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，哎，王二先生，呵，你听这名字像艺术家吗？怎么着？范振钰先生，范振钰先生，哎，犯了罪，镇压在监狱里边。哎，没有，别瞎分析，没有吗？哎，就是范先生，范先生，对，范先生，我们爷俩关系特别的好，没错啊，收了高峰，哎，啊，我荣幸，哎，这是感慨啊，是吗？范先生也离开我们很多年，十几年了，是不是啊？嗯，这一晃十几年，这是哎呀，感慨，这个好人不长，那个。嗯嗯，祸害活千年，不是您什么意思？什么话？你这叫啊？不，您这说着让我们听着别扭。要尊敬老前辈，那是应该，是不是啊？嗯，那个跟高老师一起合作这么多年来，其实有时候我很羡慕他们两个人。哦，我们两个人怎么了？他俩人离得近，哎，关系也好啊。我住在北京紧北边，是是啊，他们俩住在北京紧南头，大吊脚啊。这个您是干嘛呀？这我想想就开心啊！什么事儿？您说说。就是哥们儿交情怎么能好？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好。哦，因为这样啊！你说我在北边，我吃完饭说找谁遛个弯儿啊，没人住我那儿，都太远了。人家他们哥俩，哎，出来出来出来！哎，我们就有伴儿，吃饱了，俩人小区里边一遛弯儿，多好啊！消化消化食。哎，我特别羡慕。是，有时候他们俩出去遛弯也净瞧见好玩的事儿。哦，您还知道？那是都传开了。嗯，俩人走着走着，小区里边有一个小狗的便便。嗨，您说狗屎不就完了？要有公德心。对，遛狗的时候带着小铲儿，带着塑料兜，哎，给收拾了。你弄一下子，这不像话呀！就是，这东西不是西伯利亚。如果说嗨，西伯利亚冻上就行了，他这玩意儿全连着。嗯，啊，好家伙，得有三十来斤这一摊。嚯，小多小狗的便便啊！谦儿乐了，嗯，高峰，敢吃吗？敢，这什么人性这是啊？高峰，高峰那是正人君子老古板啊！当然了，咱们说话能不能说点文雅的东西？就是，留神让人听听，举报去，让人笑话。于谦儿说：“这在台下谁举报咱？嗯，对不对？你要敢吃了，我给你10万块钱打赌。”高峰气坏了，不是钱的事儿，你可看不起我。嗯嗯，你可看我就是最要强的人，就是了吗？计时。哎啊，这好嘛？啊，还有时速还挺快，我还哎呦吃不了，嗯，没带家伙，啊，对呀，那就完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凑合吧，凑合，嘎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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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呵，连地都舔干净了。哎呀，我都那么饿呀，我吃完了，谦儿，给10万块钱。哎，这说好了的，谦儿乐了，嗯，谁出来遛弯带10万块钱呢？啊，回家给你吧。开始耍赖，俩人又往前走，嗯，又看见一堆小狗的便便。怎么那么些个？嚯，多日子没拉了，这是。嗯，俩人站着。哦，嗯，亚拉索，别唱，哪儿那么高啊？哪跟哪儿啊？高峰说：“谦儿，嗯，你敢吃不敢吃？哎，翻回来了。你要敢吃，我也给你10万块钱。”就是，谦儿乐了，啊，就把勺掏出来了。呵，我还人家机灵啊。因为赶紧吃，谦儿胃口不好，是是啊，吃凉的醋心也省得弄一手，那是，我是讲究，那错不了啊，吃把地都咔哧干净了，哎呀，哎，高峰，呵，给我10万块，哎，高峰乐了，你没带10万块，我能带10万块吗？多有道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咱俩扯平，谁也不给谁，请请，合着我们一人弄一肚子屎就完了是吧？
我们俩出来就为吃这个来的是吗？像话吗？您这都一说一乐，因为观众爱听一点啊，演员背后真实的事情。不，这不是真的啊，这可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哎，没这么回事。我更正一下啊，对，剩了一口。嗨，就这点不真的。嗯，挺好啊。是，天儿也不早了，人也不少了啊。嗯，观众们呢，今天挺捧咱们。哎，当然了。高老师，要不给大伙儿唱一个什么？哎，可以。啊。我早就准备好了，我给大伙儿唱一个。你唱一个这个，我估计你最少将近一年没唱了，还真是这样。但是我天天练。你给大伙儿唱一个现代戏怎么样？就练的这个，嗓子特别的好，没错，特别冲。嗯，哎，就那个哪个？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，打我手背上怎么样？最拿手的，练过这个，我给你帮忙。怎么帮忙？哎，咱俩人唱。我给你唱前面，要学那泰山顶上。我，你唱一轻松。哦，高腔是我的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于老师，一会儿您给我说说。哎呦，您太客气了，机会难得，我是欣赏，没听。要唱京剧啊，您起高点啊，高一点啊，起高点。要学那泰山顶上，就是这词儿。要啊，我不是拦您啊，你说，您这人不听劝，怎么？我说，要求您稍微起高一点，你起这么低，我唱着不痛快。是不是？起高点，我这个调门就不再高点，算我求您了。再高点，你舍不得唱啊？是怎么着？好家伙！我让你起高点，高老师，高老师，不认真，我这都听明白了。不认真，我不是不认真的事儿，我得拦您一句了。啊，您什么意思？他这调可不低了，您可不知道后边还有一。翻八度唱，这最后面那是最高的，这都不算什么。他这不，于师傅，你别比划了。怎么了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这不他唱前头，我接后头，这里没有于谦什么事。我也唱。你在这儿，你这跳芭蕾舞来了是怎么的？没有，我这不提示。对了，今天是你们俩人合作20周年，是这意思？大喜的好日子啊！今天我让你啊，小刀拉屁股，怎么讲？开开眼儿啊，看玩意儿吧。哎，你留神那貂皮裤衩啊！嗨，没事，我都坐回去了。来吧，哟，再高点，哟，再涨一调，哟，再来来，哟。哎，谁踩着你了似的？你找别人，我来不了了啊！尽你所能，没法定调了。哎，哟，哎，勉强，这就可以了。学呢，泰山顶上。划了牌来了这儿，来，注意，注意，注意啊！我听着，一轻松，小谭元寿，哎，你谢谢，谁跟你握手了？啊、要脸不要脸，还伸手握手呢？你这人都看见了，你先伸的手啊！我，你弄清楚，我伸手是让您别跟这煽动观众了。哪儿啊？就谢谢谢谢。唱多好啊！好什么？我听见什么了？就唱多好啊！我们让他认真听，他不听。我听了，我你唱了吗？我就听。怎么没唱啊？什么玩意儿？没听清楚，没听见。咱白费劲了，人没听见啊？他呀没听见什么？他没听见啊？耳朵都震聋了，你看。调门太高了哈，震耳欲聋嘛，是吧？嗯，我们再来一个好不好？太棒了，穿林海跨雪，这玩意儿都真的假的呀？这是气冲霄汉，没问题。穿林海跨雪原，气冲霄汉啊！认真听啊，穿穿穿穿，好，地道。林海，你看看，跨雪原，还有口技，气冲，霄汉来，完了是吧？啊，注意啊，来吧，霄汉。那谢谢，多谢大哥，谢谢。这回咱们是如何？那可听美了，你看，听出好来。你看见我什么了？你就听美了，那就是。你乐了不？听美了吗？我乐了就是听美了啊！我这笑话你呢，你没看出来吗？凭什么笑话？挺认真的。哪儿啊？您这。还耍枪的，还您这都，
都便秘的腔，您知道吗？你这这种词儿我们不爱听啊。不是，去趟津巴布韦就好了。哎呀，你还有西伯利亚，不唱着不挺好的吗？哪点不好？什么呀？哪点不好啊？哪儿都不怎么样。这人他什么全看不上，你怎么弄？你这是外行，咱们再来一个啊，再来一个。我就爱跟你唱啊。啊，我也爱就是跟您唱。哎，咱们来这个啊。啊，好，听了啊。你瞧瞧，都开始了。哦，这武戏，唱吧，哎，走，什么戏？您这是，啊、我走哪儿？你早说呀，我忘了。您再唱一个，我给你编一个啊。啊，红灯记哦，狱警传四郎好，我迈步出监，出监是我的。来吧，认真观察、啊，我听着呢。哎，这回彻底没声了，这回。嚯，好鞋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太棒了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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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谢谢谢谢懂行的观众们，谢谢。哎，当然了，哎，这回怎么样了？声情并茂。你瞧，他还老让我给品评一下，你指点指点，指点一下啊。哎，谈不到。你要说评价一下您这个艺术，用网络上流行的一个词汇评价啊？您怎么说？蛋疼。你说我们挺认真的，你这都什么什么玩意儿、啊？你是刚才下刀的时候拉歪了？你不是拉歪了，他来不了啊，别人啊。这玩意儿啊，不客气跟您说，您讲，这要搁一馒头，狗都能唱，知道吗？哎，等我拿馒头去啊！哎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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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有什么？不是，我跟您说啊，这一般人真来不了，谁都来得了。咱甭说别人，你能来吗？谁都来得了，我怎么不能来、啊？那太好了，大伙儿鼓掌，让他来这个，你来，你躲开。你说这叫抬杠，弄一高腔，你说我唱不上去，嗓子条件有限，啊、这不出声，谁不行了？看事容易做事难，来吧。于老师准备好了吗？问问你呢，你啊，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？这什么态度你？是一个吊门吧？嘿嘿，啊，哎哎哎，行嘿，你吃了猫头鹰了是吧？吃那玩意儿什么动静呢？你在小区遛弯吃什么了？哎，这没有，没遛弯去，压根儿就、啊。来吧，准备好了啊。嗯嗯啊，行吗？这调门啊，再高一点。哎，很熟啊。尽你所能啊。呵呵，行好，来了啊，来吧。提仙公之到灵间，不由得本宫虚心前站立宫啊门。来这，多好！戛然而止，就等你了。来来来 ，please， it's your turn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他往这道谢来了。客气客气。哎，来来呀、啊，你不谁都能来，哥哥馒头狗都能来。可能是没有馒头吧？对呀、啊。你嘿，来、啊。哦，你们这意思，我你是以为我真唱不上去、啊、是吧？来，怎么样？哎，我就是真唱不上去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吹呀，不谁都行吗？废话，没什么。废话，你们这叫缺德，知道吗？哪点缺德了？本身这段调门就高，是不矮啊。低的时候还往这么高了唱，啊、那真正到高的时候，谁都唱不上去。哎，要不然我试试。你瞧，有型的，好，好不好？你试试，啊、你唱，你唱前面，我给你接。嚯！啊，高不小，高点起啊，好好，高点起，小好吧，来吧。一见公主到灵间，不由着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啊门，真好，嗨。你捧我干嘛呀？哎呀，哎呀，你是不是在宫里上过班？好家伙，你甭说这废话，接着唱，再来。站立宫啊，门叫小房。上去。谢谢啊，那个一说一乐的事儿，各位也都是老观众、老朋友们了，老听过、啊、是对。今天演出的是部分的德云社演员，是叫他们出来，咱们再聊两句啊。好、嗯，
我有这么些汗吗？我啊，嗯嗯，你看，要说我这个卖力气啊，嗯嗯，哎呀，这个时髦君真是可难受了，你们。我们打那边依次介绍一下啊，那边是高峰高老板，大胖子是我徒弟杨鹤通，旁边这是于老师徒弟我干儿子冯兆阳。哎，这是我徒弟周九良，主持人是我师弟，哎，少侯爷侯震，那个行，今儿不错啊，哎，没完呢，谁呀？还落两位呢。哦，嗨嗨嗨，行，也不是外人，不用介绍了啊。周九良，来过来，哎，上这儿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解释一下啊啊，注意他们为什么一见你就喊成那样。因为我好看嘛，可能。对。他好看吗？你们爷爷，嗯，就试试中医要不啊？你是怎么给他们下的药啊？这主要是您的徒弟都好看，因为我们师傅就好看。嗯嗯嗯嗯嗯嗯嗯。哎，那你给大伙儿唱一句吧。啊，哎。突然就唱了，好不好？嗯，我不知道唱什么，唱一个老旦怎么样？你学猫叫啊？学猫叫，学猫叫，那是干爹的。哎，别，我不唱。于老师已经不唱这个了啊。嗯，行，那就唱一个了。会，哎呦，龙须凤老旦呢？啊，老旦了。你是会唱老旦吗？是，就会一句，就会一句。我的天哪，来听听这一句。嗯，哎，龙须凤年几火。真不错，真不错。好，好，好，回去吃药去吧，回去。哎，嗯，冯兆阳，快来啊！这是于老师的徒弟啊，于老师俩徒弟，郭麒麟、冯兆阳哈，俩人俩，你给大伙演个什么呀？让大家看一看这个你师父在家都教你什么了啊？报菜名。冯兆阳啊，有一个特长，他这个报菜名跟别人不一样。所有人报菜名都是蒸羊羔蒸熊掌这么来，他那报菜名是从后边往前来的，因为他当初啊学的时候他买的那个词儿是错的。啊，来两句也行，或者打算怎样啊？那我也唱一个。好，好吧。龙须凤年又进皇城，这个跟我师父学了好多，其实我跟我干爹也学了好多，嗯，一些唱，比如唱一个评剧吧。那好好好，我已经很多年不唱了，听听你的啊。钟楼更鼓一更敲，包拯心中似有焦，人在京中心在陈州道，烈焰荒汉土边郊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刀，好身横行百姓们受煎熬，又有那过酒烹鱼暗造反，聚草吞粮把兵招，失望绝路当报销，平叛乱救黎民迫在眉梢。以后一定要说是你师父教的，千万别说是我教的，可以说词儿是我给的，签儿板眼都是你师父教的啊。嗯，大胖子，快来，哎，好，回去吧。哎，好嘞，别回去，别回去，来什么呀，孩子？我也没准备啊。我你会什么呀，胖子？那我唱句花脸吧。好家伙，这是。你过生日是怎么着今儿个来木五官行吗？好，又过了不得了啊，还会木猪木虎虎虎官，虎官来。高老爷来日在木虎官，偶遇娃娃将谋反的宋林瑞，乃是个杨仙妹，可以了吧师傅？哪儿这一听就是冯兆阳教的啊。来，这来，这杨根这个来。哎，你会木虎关吗？我来日在木虎关。来来来，给大伙儿唱，快，好好的啊！
啊，那给大伙唱一个啊。你有什么才艺展示吗？嗯，哭一个，脱一个。师傅，咱是干这个的吗？哎，看给多少钱了。那是我们的。啊，来。倒不在意，你说，嗯嗯，跳一个，你这要求有点高了。那都刚才都唱戏唱评戏的，对不对？我就别。那你来什么呀？我怕我唱不过他们啊。啊，我来一个刘文歌吧，好吗？可以，好，两分钟啊，就唱两分钟，好吧，是吧？你已经过去一分钟了啊，谢谢。哎，回来，再给我两分钟。对不起，说我这，我重来，重来。再给我，我唱不了了。快来，邓少爷啊！来，这都认识啊。谢谢。栾云平啊。是。哎。这个给大伙儿表演一个小节目吧。这个我们确实在弄一节目，这个孟鹤堂啊、周九良啊、秦霄贤，我们正在弄一个小歌，等我学会再给大家唱。谢谢大家。是吧？他是个快递小哥。嗯，来，往前站吧，咱们给大伙儿唱个大西厢啊。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，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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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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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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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走过三里桃花过五里杏花营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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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桃花殿前出美酒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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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，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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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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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。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这世界很酷。